后面，然后那个云盖住了，那个才是山顶啊。今天我们去的是 Mountain Baldy， 秃头山。这个雪山的话是离我们洛杉矶啊最近的一个雪山，比起那个 Mountain High 啊 The Big Bear 都要近很多。它大概就是如果不塞车的话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大概50分钟就可以到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出发太晚了，11:30才正式的出，从山脚下往上走，那就一路塞车，你看塞得非常严重啊。虽然车是能够动的，但是特别慢。那大家要去的话，一定要早点去。在一路上呢，因为这场雪下的不是很大，所以一路上原来我们去的时候能看到雪的地方呢，基本上是还没有的。所以要快到那个公路的那个路的尽头才会有雪，但也不是特别多。那这个雪山的特点就是你到了那个山脚下，你就直接就坐缆车坐到山顶啊，那段挺高的，就垂着就很斜的往上走。那到了山顶的话，那个雪是还挺厚的，然后看到的风景也特别漂亮，因为突然升高嘛，然后往那个山下看的话特别漂亮。快到山脚下的这一段路，我感觉有点像那个 Big Bear 的路上的感觉，但 Big Bear 的路的话更多这种盘山啊绕着走的那个路。 Motel， 这还有 Motel， 这边的树都烧过还是怎么都倒了死掉了，什么劈了？雷劈了？它跟那个 Mountain High 的路比路啊，整个路也不一样。Mountain High 的话，其实如果不是在15号那一段啊，会塞车，通常会塞车的话，那剩下的路都挺好走的。它路要宽一些，也比较平，不是那种上坡的路。整个 Mountain High 你就慢慢缓缓的往上走。但是 Big Bear 或者是 Mountain Baldy 呢，都是要上坡的，就是要盘着山走的，啊，这就快到，基本上到了这边了，这边可以玩雪，就是不用去那个坐缆车。Mountain Baldy 的滑雪费用还是要便宜一点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价格。这里唯一不足的是它没有夜场，那 Mountain High 有夜场，很便宜，才50多块。前面那个价格是包括租设备的价格，所以的话还是便宜一点。爷爷有点怕坐缆车，不过马上就要上去了。白熊，白熊啊，嗯，白熊要在北极才能有啊，在这边没有北极。啊，鹿也有可能看到，但一般晚上会比较容易看到。你看看姐姐哦，回头看。你为什么会？因为有人停下来，他就会要停。你在干嘛？因为有人上车，他上的慢，就要停下来一下。那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什么，妍妍？那如果，但是。那个什么时候才回去呀？等我们玩了不想玩了。就到那里。对。那就，我们要下去了。这边是下去。下去了。哎，妍妍。嗯。你要不要来？今天是我妍妍。啊，走。更高了。来。更高了，我想想。好了，今天是我妍妍，我今天很怕。为什么怕？因为很高是吗？啊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手机，妍妍，你看我手机。我觉得我掉下来，我会死掉。哎呀，你爸爸，爸爸也爸爸。你就不要摇了一这个绳。哎，你看这个好多果果一样的。你摇了，等一下这个绳子就掉了。嗯，所以不要摇是吧？你看你摇吧。嗯。啊，说话。你在我。又停了。因为有人上。这个很像有一个人是一个不见的，是一个白人，他白人他，嗯，就是他要绿色衣服，别人看不到他。哦，知道了，这是迷彩的衣服是吧？你看 ，Hello，
我们这么高。妍妍，你现在不怕了吗？我不怕。嗯？我很想跳。哦，有病。妍妍，你要跟你的朋友介绍这里吗？嗯。Hello， 这里是很高。嗯。让我们更高了。嗯，一开始很怕。我们要去追那里才可以。是啊。才可以下。一开始很怕，现在不怕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要去追。上面那你才可以下来。对啊，要不然你可以这样跳过去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这么远。然后要是你蜘蛛侠可以吗？嗯，因为他有网。嗯，如果他不小心没抓住会怎么办？他肯定就会抓住。啊！我要碰到那个树了。哎呦，对，差点碰到了。如果他抓不住就会掉下去是吧？嗯，但是。他也会用完。嗯，如果他的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也弄不出那个蜘蛛的丝啊，是吧？嗯。我要看一下。好看喽。但是你进去屋还可以听到吗？那个是干嘛？我有点怕，会不会有松鼠？有啊。爷，快到了吗？爷，还要多久？没有，要过两个字形。你看到屋子了吗？可以，但是我怎么去买那个你还吃得下吗？啊？你还吃得下吗？你在天上啊，爷爷。哎呦！哎嘿！去那里很滑。